我叫韩秀华，经历86，老头子呢叫张根宁，他经历呢95岁，我们在这个彭浦新村呢住的快50年了，我们相聚的66年的夫妻生活，都有那么坎坎坷坷的，不容易的事啊。 刚结婚的时候，我房子很小啊，一个床啊摆不下，每个坐凳子，把中房搞在上面的，多苦啊！后来呢，我就换房子，换房子正好彭浦新村有这个人，他要我那个房子，那么我就搬到这里。这个是有煤气了，开心了了不得了。煤，煤是三家合用，那个时候夏天它涨水，一直到膝盖，还有雨好多雨哦。后来呢，我就搬到122号四楼啊，403。这个老的照片是老房子，其实122号那个里面，他出了床上。 我那个电视机放到那个雅虎巷上面，哎，我们就这么慢慢的过吧，60几年了，就这样过过来了，容易吧？不容易的。老大，十来个大。我们今天有两个客人。 这是我的客人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过了50多年了，这个房子呢是越来越老了，不好住了。有次过我们那个房顶啊，石灰啊，它都翻下来了，翻到头上了。有一次，我们现在老了，这个年龄上去了，这是不客气的，还有病。有身体不好，他生病的时候我很紧张的。 怕来不及，本来在4楼，走那个轮椅车拿不下来呀，他还跑不下来，生病的时候太苦了。2003年到我们这里。 有这个要改进这个房子，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是第4期，想不到第4期、第5期有电梯了，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啊！12月17号，他的生日，16号17号，家里很隆忙的，他请了好多人吃了饭，我们好朋友给我们寿桃寿糕啊，还送的来。 来走，走了啊，好啊。现在我们省力吧，退，有空的时间，老头，我推你出去玩玩。假如老早我住4楼就没办法了，哎。 家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两个人一共搬了8次家，这个房子嘛是人生中最后一次了。我想我老头子多帮我几年，我们是相互照顾，要生活好，要过下去。